放在学校牙刷、啊。要刷才是重点。对啊对啊，你就是吃完东西在学校就是牙刷拿出来刷一刷，有没有？啊，你就是这个牙齿的表面有没有？就稍微把它漱一漱，刷一刷，这样就不会红红的哈、哦嗯。因为你现在那个牙齿在长，有没有？啊，你有时候你东西没有把它清干净，那边之后就稍微红红的。好，那冲冲就干净多了。你那个食物在上面，细菌就会聚集过、欸。对啊，我刚这样稍微冲一下，有没有一堆东西卡在里面？那难怪你这边之后会稍微红红的。超红的，好不好？对啊。笑，然后就觉得好。对对对，有对啊，稍微嘿。不过至少还没有说什么感染，什么化脓，是还没有啦，也是还不至于。对，好，妈妈站好，这边帮你再冲干净一点哈，这边特别红哈，帮你再冲干净哈。我帮尽量把你里面的东西都把它清出来哈。不然有时候你说卡到里面你刷不到嘿，来再张开一点点，我内侧也帮你洗一下，我怕你内侧不晓得有没有卡进去嘿。嗯，内侧也帮你冲一下。好了 ，OK， 马上好了吼，哦，你很棒嘞吼。好了 ，OK， 那这样就很干净了。来，我、哦、来稍微漱一下，然后大家擦一擦就好了。OK， 好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谢谢医生。你要谢谢医生。啊，你要带他回去还是他自己会回？还是你要带？阿妈会。哦，阿妈会带他回去。好啊，你漱个口，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